民进党最近年来违法乱纪、贪污腐败，最近出了一个大贪官郑文灿，目前已经收押继件。他的交保金额原来是500万，后来呢增加到1200万，显然犯罪情况严重。抓到犯人，关怀张国满久，抽药犯人，要是有人回头，我们不要理会他们破坏金融的形象。 善良敢恶霸，力挺我们国良兄继续推动基隆市政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记得2年前2022年11月的县市长选举，我前后5次帮这个谢国良助选。投票前一天，11月25号，我早上晚上2次到基隆来帮他拉票，当晚我们在基隆市安乐区。 进行车队扫街拜票，一直拜到当天晚上9点50分才停止竞选活动。10分钟之前，因为民众对谢国良的反应非常热烈，有不少的市民不畏风雨，在街头帮我们加油打气。谢国良也非常打拼，最后总算不负众望当选了基隆市长。他当了市长以后， 不积极推动各项政策，努力多项的政绩，让基隆人有最干净的家园，提升民众的检举奖金，为了让基隆市路口的安全，推动行人友善政策，为了让基隆成为最有爱的城市，打造室内儿童乐园，不论晴雨，小朋友都有免费的安全游戏环境。 谢国良真的是做市政真，市民有目共睹，绝对不同意罢免这么好的市长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国良上任到现在，基隆市已经减债9亿元，从67亿元负债到现在的58亿，现在的财政状况是20年来基隆最好的。谢国良是最遵守财政纪律的市长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我也要呼吁乡亲。 反对恶性罢免，这就是残害忠良。大家讲对不对啊？反恶霸，因为现在的法律规定，如果不出来投票，就无法反对民进党的恶性罢免。请大家一定要出来催票，投票，表示我不同意罢免，好不好？好。让谢国良继续为市民服务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加油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谢谢。 谢谢，我最后。
好，我最后讲一段哦，因为马总统上一次来帮国梁助选的时候啊，我三次紧握马总统的手，获得了最后非常好的胜利。那我希望这一次如果要重新投票，那我希望跟总统来一个胜利重握。总统，请你跟我握个手好不好？好，来握给大家看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我们再一次谢谢高雄黄，我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下一个我们四川的一场小的事情，谢谢，欢迎大家，来往前走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，他们媒体朋友，我们接下来就要保持抢行动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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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总统、各位议员、先进杨秀一副议长、蔡前议长，跟我们所有的支持者、各位里长、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！大家好！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马前总统来到我们七堵来帮国梁再次加持。大家都知道，马前总统对国梁一向非常的关心。而且在2022市长选举期间，经常的来到七堵来为国梁加油打气。是，不论是会是否进入第三阶段的投票，马前总统的加持对于国梁来说是最重要支持的力量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国梁上任之后积极减债，从我们市政的负债67亿。减到了58亿，减了9亿元的新台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推动各项的政策都非常的顺利，也让更多市民有感。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，会在马总统的指导之下，继续服务好我们的基隆市民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。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、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